什么叫做人潮？真的，今天真的是见识到了，让小编 Steven 真的见识到整个台湾妈祖的信仰的宗教的盛世的盛境，非常非常的壮观，非常非常的虔诚的妈祖的信众，从北到南都今天，2018年5月24号齐聚在整个白沙屯拱天宫，迎接整个妈祖回暖。从一天，今年的5月16号11点45分启程，全网一天急行机前往北港的朝天宫，在今天5月24号正式的回銮。哇，整个急行军真的是佩服这边所有的信众、民众、妈祖的信徒们，真的是浩瀚无穷、广大无边，非常非常的佩服。可以看满满的人潮，不管是左边、右边、右边、左边、前边、后边，哇，人潮真的是汹涌，都戴着那个白沙粉的帽子。与其遇见新自己，幸福新世界，幸福台湾微笑同仁，可以看一下，哇，太酷了，太厉害了，哇，太佩服，太佩服。满满的人潮，不晓得从哪边来哈、哦。为什么这么多的信众？太厉害了。